有对客街上篱笆小门，今天我回归，不见妈妈往日时，不见我小妹妹。要想一个改成，至少得牺牲一代人，也就12年。现在专家们又说，2到3代人牺牲。哎呀。这这坑可我的球可什么可，这样就坏得了。场地好的了，乱修个是就了，会他妈的不是？燕子它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飞到了屋檐下。小河它哗哗啦啦，哗哗啦啦，留在这地方。哇，是吧？小伙哥，那次我们家去了，小伙哥去的那个，就是傻子，他是个傻子嘛，他说的3次师傅，去了3次师傅。第二个也是个傻子，从宁夏。他说扔贩子贩来的。宁夏扔贩子贩的来以后。像个咱们四川是最了解，冷的，冷的就是做修理，不做修理。哎呀，你就做个化船修理，化船这种就是最远的了，怎么样？老重要过去做。这那哈的船忙起来太带劲了，这哈的在现在秋天天就这革命小酒喝着的，啥味道都没有。老严同志，他那个。老严他是前牛。他知道不知道？老严他家前。那个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教育下文件了吧？刘东阳同志调到五郎五中，是这样的，奇迹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其他人都想不通。我现在给说这个话啊，很多人都不相信，因为很多人每年都花钱找人想进到城里去啊，都没进去。但是我这个，哎，而且那个真正不想光明的。好像这房子，对呀，这房子那是没有十万，是八万七，好像这房子现在没有14万。现在用金花总扎着没？没有，哎，拿着时间，从还来这就没。
你读过呢，真是。我看黄团主任他那时候也吃嘛，是他的妈妈的。陈叔来啥东西不知道？陈叔来啥东西不知道？就是我们老子把工作干过，有了没有？老子干的好好的。好不好？我说的是。那西流王的西流那个，你说机会是啥？今天我刚忙过来，刚就是封面上说当时挺疯。这个年龄呢，看着呢，入职导演上，你上来上来，我可以回。你们入职导演那点事情，哎，我看我酒上那点事情是的，那哥哥就死死的，我跑出去，我的酒上就死了。我骑上马，上飞机啊，上飞机啊。